甜呀！我感觉我眼睛都哭瞎了。真的很沉，你把那个包给我。哎，不用。不是，你把那个包给我，然后。行，有你。我。真的。真的很沉。我觉得我选 Q 了。他这饵是啥呀？玉米。我真的会谢。钓鱼。鱼吃玉米吗？素食主义的鱼。行。哇，他们好能创新啊，镰刀砍柴，玉米钓鱼，都从来没听过。好，今天成败在此一举，咱只能说。杆儿呢？这儿在这儿。行。杆儿在这儿。甩出来。哇，勾到自己手了，对不起。啊？没事。勾哪儿了？没事吧？那不会掉。他是不是要？哎，完了，我感觉他勾住了。咱就是来荒野求生，鱼竿得拔出来啊！他没拔出来吗？那个杆子肯定是不是得往外拔一点？咋拔呀？咋拔呀？兄弟，是不是可以往上站一点？哦，还忘了把鱼竿拉出来，硬甩呗！就刚才没有这么短的钢材，没有把它弄起来。原来这个杆可以伸这么长。你觉得爱情里面的浪漫是每天做一件新鲜的事儿呢，还是把一件事做成每天？基础是把一件事儿就是变成日常，日常。但是想要关系变得更坚定，需要去做不同的事情。不同的事。对。你觉得性感会消失吗？对一个人的探索的。我觉得，对你的新鲜感应该不会消失，对你的新鲜感应该不会消失。哎，好会说话。因为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会不断去为对方去学习进步。对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新鲜感就是会一直有的。还是新鲜感比较重要了。你刚开始发展关系，新鲜感肯定重要，但是到后期的话，新鲜感就会变成次要的东西。因为到后期，其实我觉得，当感情再升温的话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。对呀。爱情变成了亲情。对呀。这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该考虑的事儿啊。上高度了。上高度了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只有对彼此更深入的交流之后，才能够去走得更长远嘛。对。哇哦。坐这儿吧。哇哦，十七呀、啊！饿了，兄弟们，快点！饿了，兄弟们。哇呀！来，传一下盘子，传一下盘子。这边是这种氛围。这边应该都是异性人吧？还最大的猪，夏老师。嘿，哎，我第一次吃烤乳猪。第一次吗？好大一只啊！这怎么切啊？想录一下他们切猪。切猪。我来了，发配吗？夏老师都不想说话，夏老师这样吃。我依然认真炫饭。夏老师一吃饭他就不说话。勿Q。请勿Q。这，夏老师你要吃什么主食吗？我要土豆。行，给你拿一个。换去现粉吧。你怎么样，奶奶？没事啊。没事。就是吃得很满足。所以都是油。高光，猪油高光。你要打草稿吗？今天？我每天都打草稿。我也每天。我会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。王老师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？不是我想听什么，是看你想留什么。晚安。那行。我搞不好一半。你刚进去了吗？没事，还有一半。冰的。告诉大家，由于巨大的不可抗力，我们决定提前终止这趟旅行。
大家将无法继续前往原定的童话乐园厦门。我们要在这里说再见了，接下来属于你们相处的时间只剩最后48小时，明天你们将在成都会合，共度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夜。天哪，好突然，小狗，小狗，小狗心脏姐姐，小狗太可爱了。还在哭啊？还在哭？真的没觉得时间能过那么快，眼睛已经肿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开口说话我就会哭，等我缓一缓。其实我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一直很担心，我说以我这种性格，会不会真的有人喜欢我？就是我生活中一直都是，大家把我当做好朋友、好兄弟那种，你懂吗？就我很经常会和喜欢的人处着，就变成好兄弟。其实我一直以来身边的朋友都挺照顾我的，然后他们把我保护得很好，所以我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看我也挺幼稚的一面，但是我也想去保护你，我也想把最好我认为最好的东西圈给你，我也想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圈给你。其实你知道吗，今天才是我们两天才是8天，对，好像只有2天就要结束。这8天我们过得像80天，很充实。我们去干了别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干不了的事儿，我们一起跳澳门塔。冲帐跑，一起打篮球，一起坐滑索道。夏老师，我们俩都敢大胆的去走出这一步，而且我们能够去再找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认为我们在20岁应该去经历的爱情，去经历的东西。就这段旅程，哪怕最后结束了，只不过我会记住我们每一天那些美好的回忆。夏老师来，夏老师，准备好了吗？夏老师，那必须啊，还行吧，夏老师。哎，你们可以的。你对哪个女生比较有好感？我一直说夏老师。夏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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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老师。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，夏老师。哦，好甜呀。我感觉我眼睛都哭瞎了。